王念山 接跳了，不要犹豫，我知道你准备很久了。拍手，拍手。 先来跟他拍一张属于 MVP 的合照，来看前方摄影师哦 ，OK 吗？好，谢谢。来，接下来要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家族成员亚瑟传奇苏南生先生来颁发我们 MVP 奖座给念豪，好，一起看前方哦。 OK 吗？好，再来，我们苏先生先来我身旁，有请亚瑟王家族成员林云胜先生来为念好戴上项链，看正前方。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一位先生，来来来，请留步，请留步，我们要来送礼物给你们了。今天有决定好谁要先抽了吗？好，那你要选择慈妹手中还是秀秀型手中？ 来帮他揭晓一下，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普格尔商城购物金，还有念好的签名球帽，而这位先生也可以获得签名球帽，一起来合照一张，看前方哦。好，谢谢，来两位朋友们帮我来到身边来领奖，全场王力好王爱你先送给他，一起来。 谢谢，哎呦。 回顾一下，这是念好生涯首次 MVP， 今天打出了两支安打，送回三分打点，拍手。好，先来聊一下好了，上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不是 MVP， 但是是有好表现，一起陪伴当天的 MVP 来献舞给大家，对不对？那今天终于靠自己的好成绩拿下生涯首次的 MVP， 踏上主场的这个舞台，有没有什么话要来送给现场一路支持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特别照顾你的教练都可以。就是先感谢各位球迷啊，就是进场为我们富邦这样加油啊，今天会有那么好的表现啊，就是缘分啊，对啊，相聚在这里都是有缘嘛，对。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位，就是谢谢大家，我爱你们。送给你了。还是你要用唱的会比较自在？哦，不用。OK，好，来，念好来提醒想跟你聊一下，从国际赛回来之后，然后又重新回到疫区，然后有没有特别做了什么调整，或者是经过国际赛的洗礼之后，让你有不一样的？ 例如说打击策略啊，或者是不一样的观感来去面对接下来的赛事，对，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经过国际赛之后的洗礼？就是从那时候中华队回来，然后回来母队教练也给我蛮多建议的，然后在打击上面也有做一些微调，然后也收到不错的效果。希望这个状态可以维持到那个秋季结束这样子。 掌声送给王念好，好，那我知道你可能今天比较害羞，那我们就来就是让你表现你比较专门的一个技能好吗？跳舞。哦，你自己讲的，我没有说。来来来，一首一首来，一首一首来。上一次是跳哈哈哈嘛，我们今天跳点新的，跳点别的。但是有一个我们还没有亲眼看过你跳，你自己的应援曲可以吗？练过了吗？那个。 太简单，很累，你也知道很累哦。来，Angels请就位，双手就站到位置，一起来。我们一 round 就好，Let's go。大声喊出来。 一棒一棒是你的火药，红吧王念好，念好唱，念好棒，念好狂野。
一棒轰出全垒打，轰吧！今晚 MVP 就是，好，来来来，先掌声给他。第一 round， 第一 round， 再来还有一首是从去年，你记不记得我在东盟帮你加油的时候，就在场边一直看你跳，看你上《蓝色狂潮》先来。他很喜欢，今晚没跳到，就由念好带给各位一起来跳。双手借给王念好，就说是他专业的。准备，一起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拍手，喊出来。刚刚我们跳很久，三十二撞你也会对不对？可以的话，左手举高一起唱哦。声音借给王念好，小道消息 ，Supernova， 他说你很会。很多歌单需要化解，全场王你好我爱你，一二三 来， 王你好我爱你，谢谢你好。